今天我是掏上了啊！我爸中午的时候呢，从家里面拿了点牛肉，不是点了，是呼噜老多了，就吃剩下的，然后还点牛肉汤，还有这点嘎啦肉，咋整？明天早上就吃不了了，我把它打包拿回家，晚上给自己俩吃，喝牛肉汤，然后配上我们店铺的这个牛肉酱啊，看看这有现成的。然后那嘎啦呢，回家我再给它热一下，这不就拆出来了吗？嗯，牛肉汤还在爱喝啊！在线感谢老爸提供这么好的美食啊！哎呀妈，这牛肉真的老豪横了，真是老稀。其实你拿家这一点毛病没有，因为咱爸带这些菜来的时候是带着我姐夫那份的，哪成想姐夫中午没来吃上，所以就整的可多了哈。嗯。哎呀，这妥了，你看这牛肉，你俩可别造。我姑娘说呢，老长时间没喝牛肉汤了，尤其是姥姥做的。这个我回家就跟她说是姥姥做的。不，你不能这样式的，你得说姥爷做的。回家说是姥姥做的，姥爷做的都一样。我跟你说，反正都是姥姥家的东西。那孩子嘴也刁哈，就是咱妈做的东西，他能尝出来。对，他都知道。行了，我撤了啊。嗯。今天就是等他俩放学回家都没事儿，太现成，这么个饭就行。哎，那汤不能洒了吗？不能，没事，我们记得可严实了。明天见啊。嗯。到家了，忘了件事儿，帽子没摘。晚上做一个水煮西兰花，然后这是打包回来的菜啥的，妥了。现在才5点多，等6点半我做饭就行了，要不然太早了。趁着功夫洗洗衣服。6点多了，开始焖饭里还有点昨天的剩菜，一起热上吧。这西兰花要买一个的话，我们家就得连着吃2天，要不然剩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就黄了。多焯一会儿，焯烂回来怕挨吃。第一道水煮西兰花。第二道金针菇炖豆腐，牛肉汤，昨天剩点鱿鱼，还有今天中午剩的嘎啦肉，整个拼盘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个喝牛肉汤的灵魂酱料。晚上好呀。晚上好。看今天的菜，有你老丈人提供的，中午你没喝到牛肉汤，打包回来了。还有我老丈人行，真的，谁都不行，还有我老丈人，喝点。前两天跟朋友晚上出去喝酒去了，回来说啥是假酒，脑袋疼了2天，完今天晚上又没脸还喝，头疼。看到那一堆衣服了吧，以后给我放柜上面啊。啊，现在放，我清理了一下我的柜子，天气暖了，把羽绒服还有厚衣服啥全收拾上面去。这新衣服好看吗，姑娘？好看。那个包也放上面吧，用不上。赶明有钱了，说啥再换房子，整个衣帽间，你说这来回倒腾还够不着，是不是啊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有没有目标啊？这回没有目标。我想换个大电视。那个目标比较好实现是吧？嗯，你换一个贴合实地的。换房子多少钱？换电视多少钱？是不是？咱就说今晚这菜中不中吧。没有，渴了，尝尝。都兑瓶粥了。哎，炒的啥知道吗？
你尝尝，姑娘。嗯，嘎了肉。我拿回来的。那用两个碗的意义是什么？这个放肉。